是朝天椒泡酸奶辣椒，挺好吃的。味道十足。酸萝卜挺酸的，这是我奶奶泡的。我们酸萝卜来切泥心块。大家好，我是如哥，很久没有吃肥肠了，今天在街上买了一副肥肠回来，做一个酸辣干锅肥肠。酸萝卜和那个酸辣椒已经切好了，先把肥肠洗干净。洗得差不多了，我们要拿盐和料酒啊，给它出腥味，洗干净一点。这一面洗干净了，现在我们再把它翻过来洗下一面，被很多这些油啊很脏的，把它拔干净。我们先把肥肠过一次水，放点姜，再放一点料酒，放点老抽，盖子盖上，煮十分钟。姜。开吃了，开吃了，干锅肥肠。嗯，太好吃了，还要吃一碗。第二碗开始了，太好吃了。温度太高了，还要来瓶冰啤酒啊，解解凉。爽啊！吃完了，一锅这么大，吃的差不多了，好香哦！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喜欢如果视频的话，可以在下方点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